兴啊老师一直训练工作啊最负责的。黄金鳳先生、李素冠老师、黄江清香律师，伫遮哩后壁头前啊，林太太，他拄啊，阿那阵介绍这李素冠老师有错误，感谢见谅。到家啊，就是阿罗波洞塔。这位王宏辉老师，这古洞是中国最大的这精灵庙洞，可能大家称呼是自然艺术之乡。
当来的经验，即马由这聚会小姐来决定。
今嘛阿要来玉桥洞，玉桥洞内底有些洞底湖，湖中这洞中内底啊有些啊些湖泊。因为啊，这导游小姐咧说明有打鱼、有打棍，啊，所以啊，天了可能无啥熟。啊，咱家己家欣赏，咱家想做啥物，啊，想就想啥物。因这如果嘛是看形体，啊，才改来个好个名，啊，来个称呼而已。啊，所以我咧想。这古董内底的事物，咱若甲看啥，啊，咱就甲联想啥物，就咱啊所想的物件，啊来甲，来甲好些物，啊能比较的较合理。小小的来甲欣赏，啊，这湖相当壮观，啊内底正阴凉，啊听讲这湖中。啊，原来鱼啊，对啊，对，一些透明体，一些鱼。